不然，其实我本身自己也是看这个画面会睡着啊。稿子动，其实不用数啊，就是看稿子的耐久度都是固定的啊。我究竟玩这空岛可以玩多久嘞？我自己都很纳闷嘞。我真的有毅力有恒心吗？我的天！我在想那个，等一下我应该是这种想办法先生出橡木树苗吧，因为橡木真的比较好砍吧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感觉有砍树模组、砍树插件啊，什么模组，做什么都方便。哎、欸，无缺你会用砍树插件啊？下我的下巴又有一个痘痘，好烦哦！我最近也没熬夜啊，我最近很早起早睡耶，早睡早起耶。不买。会不会是因为这首歌太好睡啊？我其实觉得这首歌很好睡耶。那我们是不是要换一首嗨歌？Hello， 是不是有人睡着了？我在玩什么？我在玩麦块。有解决掉你的问题，不是解决掉你的问题，有解决到你的问题吗？我那天就是突然只是点一首歌出来听，然后就把所有人吓死。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？不是好吗？跟巧克力无关好吗？那个痘痘本来就是快长出来了，只是下午就长了。
怎么可能会是巧克力的问题呢？哇！角色死掉了。你还真的睡了，再撑一下，还有三个稿子。撑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再做稿子出来了。等一下喔，我忘记我要烧的歌了。一二三四，欸，我还有稿子欸。哇，要再睡一下咯。不是，是因为豆花妹在翻唱这首歌，然后我在等她唱整首歌出来，所以她那时候是刚好 唱副歌，然后我就分享出来。帮我换其他手啊！啊，不过我要先暂停，我要去洗脸。今天我小侄女生日，结果他们蛋糕都分好了，就给我一个超级无敌大的蛋糕，我的天哪！好，你们等一下哦，就这首歌啊，
等一下哦。好，先暂停。啊，音量可能会有点大哦，你们。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？为什么那么痛，还敢在胸口再等人一生悲？有没有都还没唱的就很好听？好，我们回来。我其实不喜欢吃生日蛋糕，因为我不喜欢鲜奶油。怎么手会痛？刚洗脸回来齁，你讲啥？对啊，就是前几天强杰突然想要听，就打开来听，然后就是有几个人突然被吓到。对啊，鲜奶油很腻耶，而且鲜奶油才是痘痘的乱源，好吗？会长痘痘就是鲜奶油害的。尤其是那种一个蛋糕有一半以上都是鲜奶油那种，反正我都把鲜奶油全部都剥掉，只吃那个吃蛋糕的部分。我一天都洗多少次脸啊？很多次啊。欸，我脸真的超容易出油。欸，你们之前看我皮肤就很差，痘痘一大堆啊，尤其是夏天，我夏天大概一个小时要去洗一次脸，不是用那个，就清水洗啦。啊，真正洗就是用沐浴乳嘛，可是沐浴乳一天就最多用两次，不是沐浴乳啦，洗面乳一天用两次。没办法，说大家都是吃一样多。屁咧，我看这个等份，这大概是有六分之一大小的蛋糕。欸，六个差不多。先把草莓吃掉。蛋糕里的布丁哦，我也是。应该把草莓的给小兔子吃。哦，不是啊，这，而且我之前跟很多人说，我生日不要给我吃蛋糕，不要买蛋糕，把蛋糕的钱折现给我。而且要的话就买那个啊，起司蛋糕就好了，乳酪。我还在等一个真正甜而不腻、清爽的鲜奶油蛋糕。可是 CW 看到教主没有，那是因为那阵子我拼了命在吃那个皮肤药，然后拼了命在擦，所以的皮肤好了一点点。不然其实真的痘痘多到有几次是，我只要一洗脸，我的脸整个就是痛。哇，竟然是芋头的，天啊！这个蛋糕就只有布丁我喜欢，它加了芋头，奶油又多，哦，不小心吃太大口奶油了，然后全身都会突然这样一下。现在已经
我也没有在过啊，只是你们都会帮我过啊。哇，好腻哦。糟了，我也困了。你没事干嘛填假的生日啊？我要换歌了，这首真的目前听到会很舒眠。来，我们换一首嗨歌哈。来，播下去。那我们挖矿挖的开心一点。这首还好啊，换一首更嗨的好了。发音都好像还好哎。因为我都是挑我自己听舒服的歌，所以糟了，好像没什么歌适合哎。背景音乐，可以了吗？这首够嗨了吗？我听到两个声啊。我有听错吗？等一下，嗨，你好，这么巧，我想说，怎么声音？你好，可是我没绿宝石哎，不好意思，可以换吗？有绿宝石吗？没有。有哎，钻石跟蕨类换三个绿宝石。钻石，我是不是好像可以换哎？土加铁的这个，算了。嗨。我刚想说怎么斗阵特工会啊？
想说，有这么嗨吗？可恶，害我听歌听到一半，不听了，我们再回去听一次。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？为什么那么痛，还敢在胸口再荡人一身悲？什么鬼啊，叫声好难听啊。有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哦，没音乐了，等一下，突然没音乐更想睡觉。等一下，我去我嗨歌啊。不行，都有版权。